一些古地记录起来，然后我们就跟联合国讲，联合国要回来告诉台湾，你那个药房，你现在这个力量是蛮大的呢。为什么台湾这一次那个选举都乱七八糟？就是那个力量很大，可是我们就是没有在做。我们做也是人数也不够，人家不怕了，因为票也太少，所以这个东西是很现实。可是我们要知道，土地你没有土地，你再有这个，大概都很难。我这个就是我一直在想的这个东西。那目前我们可以做的是看看国家要不要赔偿。我们所住的土地，你们拿了二十几年的土地，要还给你不还没有关系，你要赔偿我，这是第一个。原住民委员会是中央最大的委员会，可以编预算来赔偿。听说现在有了呢，现在慢慢的开始做这个工作，这个是第一个国家赔偿吧。第二个是什么？有土壤忘记了，好像国民政府叫我不要讲，是不是？第二个我要讲什么？第二个是要租金，要开始算。我们不要算太前面。我们从国民政府开始到台湾，你租，事实上他们是来租我们的土地的，那你要给我们租金，我们你不给我没有关系啊。第一个国家赔偿啊，第二个租金呢？这个台湾有多少的算就知道，台湾原来去做卑南族原来在哪里，阿美族在哪里？好，你承租多久？你要还给我们。所以这个力量怎么样形成？所以大家努力。好，有了这个东西，我们这个实力，当然这个实力啊，打乱的东西是每天都要练习。那我也创造了一个，最后结论太长了吧？有没有人要睡觉？所以我就说哈，我有在发明一个国家哎，所以阿美族的文化区，事实上这个是我在76年以前就做了这个东西，国家都不听，我就创造。台湾山脉东海岸山脉的两边都几乎都是原住民在住，或是阿美，我这个是阿美族为例啦，阿美族都在东海岸的两边，所以这两边的土地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发展观光，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实力的东西，萨基萨亚、达拉鲁玛、朗阿善、马劳道、都兰、巴拉瑙、李龙。所以我大概的写了一直到恒春阿美都有，然后来见证阿美族以上 这些东西的口述文化历史记忆在这个两边。那我们那边假如说那个土地给我们人数不够，要把台北的地方全部去那边做观光事业，那个打乱就是我们的文化中心，老人教什么，对对，我们的一年四季的记忆我们都可以每天表演，就像那个 Yellowstone，就像那个夏威夷，不是我们去那个波利尼西亚文化会给我们表演，所以每一个地方这个文化中心就像夏威夷的那个东西，你看像这个东西都可以变成文化中心，你要讲历史要讲什么都可以，那我们也可以变成科技的东西。我这个东西就是我稍微做了一下这个，所以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它有政治文化、经济互益、多元文化、观光地区、会所中心为之展示手工艺，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做很多东西。那我们的这个，我就是很可惜的那样，没当你比萨斯拉没当哈，被人家消灭，因为它是我们的宝，它是我们的核心价值，所以哪一个国家都一定要把你的那个心脏拿掉，你才会死掉。连阿密斯跟板扎都要分两边。那真正的名字是板藏，可是最好是用阿密斯，因为用阿密斯就没有板藏了嘛。阿密就是北方了，那北方了不是民族，这个是虽然小事情，可是人家是很有头脑。那以上我当然今天是很感谢两位报道哈，让我以后更有很多东西当资料。我们现在一直写历史，好，一直写我们的土地。刚刚有一天有一个人发觉好的领导者，那要不要拿我们的东西来做？那我们现在要努力的是，实力一定要尽量的，尽量这个年龄尽量要发挥，尽量要常常办这个活动。希望下一次的活动有小孩子来开始参加，也把它当作我们这个活动是什啦？现在都是卡拉斯努尼亚罗、布卡巴哈密，都是40-50岁以上的人。
那有没有办法从巴嘎罗曼开始看看桃园的阿美族？阿美族在寒暑假的时候特别训练，或者说寒暑假哪一个原乡的地方给他布米萨斯来把我们的小孩子弄过去？那当然这个东西不是我们个人能够做到的，一定是要国家要政府。现在我们有原住民，我也可以做这个事情，可是原住民有多少比你懂的，比我们大家懂的，那些都是什么，都是二三四代了，连原住民的话都不知道，可是连石蜡的都没有参加。我们黄同学有没有参加石蜡？有有有，我还好，他是我的学生啦，所以我可以，你就是种子啦，你这个年龄就开始找了，我们要用找的。你拉那个马多赛，这个是我们的幸福啊，那外多米马多赛没有人带了，所以还来得及。我在民国67年写的论文刚好被我拆掉，我说20年以后我们的语言都消失，事实上也差不多要消失。还好现在政府尤其是原住民一直在努力要怎么样复正，可是那个效果不太好，考完就忘记了。我们的小孩子很会考试哦，考试都及格，然后你问他他不会讲。然后讲到这边还有很多很多要讲的，今天特别谢谢我们李庆信让我有机会来。那事实上在前面坐的人，从我国大代表到立法委员，都是我的帮我的人，所以我在这边也感谢大家。我们还在努力，所以我们要再加油，利用我们剩下的几年一定要再加油，好不好？我们在不同的单位我们都会努力，我们会用教授或是影响怎么去影响 拿到土地、真的没有拿到，我们怎么样国家赔偿？我们现在努力是国家赔偿跟租金怎么样拿到，我们都快死了我们都快死，我都好紧张。最后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谢谢大家。这样好不好？我们来有三次的来提问问题，我们来请问教授。马那个马拉登来那么啊，李占大夫教授，阿鲁马那个来在那么，真的有我们有三次的三个人，好不好？我们现在开始，那举手阿鲁。请教一下我们的化验老师啊，我刚才一直很专心的听青年会，就是刚才青年阶层啊，没有提到我们的高爸，因为在一本书里面就是领导中心，就是我们的高爸啊，是一个青年团体，青年阶层里面。那刚才我们的马兰的蒋老师没有提到妈妈的高爸，就我请问一下，因为在89年第一次的认真考试以前呢，牧师跟几位教授啊，就是有关于母语的教授，我们在台北有个研讨会，就是准备第一次的考试的时候，我们这一个老师就是李老师，他很懂我们阿米斯的文字跟他的历史，他给我们介绍一本书，那我有我买了那一本书，里面青年团青年阶层里面就被害几波带几波动几波带几波动赛啊，就慢慢的高大是一个青年阶层的一个组织里面啊，请问杨教授。那个妈妈的高爸是不是在里面？因为我看到那一本书是妈妈的高爸也是青年阶层里面，不是？马来有没有？壮年体。因为那本书是我们打算青年阶层，所以妈妈的高爸好，大概就是刚好中间，我们叫中间分子，承先启后，就中，他这个就是成熟的阶段嘛，47到54不等啊，每一个地方。有的以前大概就是在40岁左右了，那前面的话有分很多，就像他们这个，你看他们的嘎巴又分那么多，比较精致。那这个花脸的，就是花脸的话，就是从上面开始，乌玛纳斯拉马迭蒂尼马德波马马达布肯奈就15岁到22岁，然后再接下来是马乌拉，那这个当然会一直改变，每8年就换一次。
那里面训练的过程跟你讲的是很类似，可是阿威刚刚那样都蛮厉害，修比海啊，修比海，西伯诺塞，西伯诺塞，米希尼，米希尼爱，米希尼爱，米恒的爱啊，米尼，米尼爱，所以我们大概都也会有这种的教育，所以我们有道德的教育，有职能的教育，是怎么样打理，这些都会有，每一个阶层都会有。那妈妈如果办的，她刚才是今年教父的 godfather of young， 所以就是今年的教父。那刚才牧师讲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应该是今年之父，所以他要变成怎么样呢？要教育前面的一群，然后要照顾这边，他就刚好 leader， 就是刚好就是中间分子，就是领导的阶层。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中流，能让中流抵住，就是刚好要当的干员。前面是年轻人，这边是老年人，我要负责。可这个群呢，有二三十个，看部落有多少。然后二三十个里面就选一个领导，不是选几个，或是领导会选副的，两个都是几个，看人数。那以前的话，大概都是每一个年龄阶层，我听他们讲。都四五十个我们那个部落的，现在很难啊。好，现在大概零同一个阶层，现在有十个、二十个，巴兰奥可能比较整齐。有没有到五十个？现在超过，因为以前我们全国的嘛，变成一年剩一次了。现在全国嘛，不能那么大陆妈面来哈，那就那么多。那我们那边现在真的三四十个，有时候还找不到，因为孩子不起来、不出来，所以这个都很麻烦。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东海岸的两边，给那个土地给我们的人就会回来，有的做观光，有的做什么，对不对？我这个我这样讲可以吗？应该是青年之父啦，他用教父当然是有教在里面，可是教父的话 Godfather 是神父啦，在美国的话就是神父，所以牧师会很那个很敏感。第二个就是我怕我们会流失我们的那个邦家的文化啊，不是问题到总头目啊，但是公务员所抓的鱼是要给长辈老人家吃啊，我不知道是这样是不是对不对，但是我的部落是从年长一直到巴龙爱都有分这个鱼，那个大的鱼大中小的鱼分下，然后大的从年长一直到下面，所以现在再也没有了，就把那个钓重点的鱼就一直继续下去到巴卡龙岸，也就是巴卡龙岸可能只有两三只，也不一定啊。那马斯万古还有等我不愿意说牛气，我们过去祖先给我们这个传统啊，所以我在这边特别提示啊，请教杨教授啊。有关于这个鱼的分配是怎么样？因为有很多民族，不只是那个比较早期的 sharing， 就是 share， 就是分享食物，分食，我们都是分食的那个，所以我们把它的话要很努力啊。比如说你米达列就是米布丁啊，在咖喱海咖喱米布丁啊，比亚都不容易说，连自己都分不到。我们是从最老的加拉斯诺尼亚肉开始，一直分到那个最小的阶层。那这个是一个概念，过去是用打猎的东西，或是用米。那现在我们可能用钱，用孩子的成就，一种是抽象的，我孩子的成就就是我的，然后这个成就你回来可能要杀猪杀牛。所以我考上博士的时候，我都没有跟部落讲，我被罚呢，我被罚两头牛哎。他说你怎么都，我说那个又不是打猎，他说你这个博士就是跟打猎一样，应该要分给我们。那我说怎么分？那用钱。他说你就杀，有一人告诉我你就用骨食，就是我们的分食就是这样来的。我就买了两头牛来祭祭整个部落，那就两头牛就是我们把巴龙爱的，就是去抓以及那个打猎的概念。所以这个概念可能也要改变，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再延香，可是那个分食是对的，我们叫孝敬大人，要懂得孝顺，要孝顺，要懂得回报，那就是抽象的东西。可是你要用什么东西来做？
所以这个东西不一定要去打理，或者是你像我这样的话，我可以买得到两头牛，然后去请，那个也是一个分食的概念。事实上，这个概念就是诺斯拉拉概念，给你看。可是罗马那边到曼萨巴布利那边到曼萨巴梅拉，古曼古萨巴西西，好巴西西啊，怎么样？马拉那姆巴西西，马拉，巴蒂，我们也有巴蒂菜。其实这个概念，这个都是我们叫做中国人的伦理，中国人也有伦理文化道德。可现在中国人的小孩子也不见得孝顺呐、啊，对不对？弃养啊，丢掉，还把自己的祖父母杀掉，这都乱掉。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乱的社会当中，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好的东西这个时候弄出来？也许外国人也可以学习，外国人很喜欢。我在美国发表的时候，哇，还唱歌还跳舞，这样哇，他说你不要回去了，这样。好，这样可以吗？这个是概念的东西。我的资料有交给。有外面、啊、那边有一个，啊，林议员啊。好，林议员。稍微打光一下，好吧。哎，我有三件要讲的。第一件就是那个哪里的头目？哎，那康金的头目啊，他讲到那个巴卡隆爱的事情。当然，阿耀过巴卡隆爱，扎好卡比入籍还没有入籍，叫做巴卡隆爱。然后巴卡隆爱跟那些马多阿塞在一起，他的那个叫做巴德纳塞韩国人，亚米米韩国隆爱的马多阿塞巴德纳塞韩国人啊，这是一个。我讲话都很简单。第二个我要讲的。啊，刚刚我们的那个教授啊，讲到阿美族的邦扎跟阿米斯的由来，我不讲很多了。哦，阿耀诺邦扎哈那奈哈维，我去达波罗代阿当绕山，那是很早很早以前的老人家所讲的。哦，一个诺拉安太长了，哦，就改为邦扎，这是要有观念。好，第三个我要讲的丰年祭，来，我们请那个张光中啊教授，丰年祭曼寒，曼寒的邦扎，啊，伊利信，那是后面的、啊，很早很早之前哈、哦，那个先割稻，割完稻以后才开始有丰年祭。阿耀诺拉安号，米爹爹海多扎尼诺爹人。没有听过吧？然后才改为丰年祭，我们喊来啊，简单，我要谢谢，讲完了。这个要回应吗？谢谢你的资料了。啊，林业，林教授，林教授，谢谢你的资料了，回到原始的资料。很多很多，所以你要继续发明啊，给我们讲。太多了。把双人和你把双人和一家古古人民局的科长陈科啊掌声鼓励。主任秘书，哎，主任秘书，哎，来，我是对我的教授啊，杨仁广，我下午三点有一个研讨会，一定要来，所以我今天有来。那其实人民局跟物大有很多合作的机会哦，那可是物大好像都没有跟人民局讲说有这个研讨会哦，那可能是我们人民局跟教育局的一个疏失哦。那其实我刚才在听哦，我们真的语言快流失了哦，我快不会讲阿弥陀佛反战的话，怎么办？因为这个环境的问题啊，我外部大家都交好，没有对象可以讲。像局里面也只有我跟右旬也比较会讲。那即使语言流失，我们要深思哦。其实我在想，那在多威区，我们年龄阶级在语言的一个附赠的一个角，一个角色能够扮演什么哦？那我会在写论文哦，我的指导教授是杨仁广啊，
老师哦。那其实我的题目还没定啊，那语言的流失真的非常严重啊。我想那除了各位老师还会讲以外，比较深入的一个语词都会讲以外，那像我已经40几岁了哦，能够讲得很深的不多了哦。那其实未来在新的一个市府，在整个语言的推动，那是不是会继续支持我们部大？那也要靠我们人民局跟教育局还有部大来积极争取。我想这种研讨会是需要继续的来办，那我希望能够参与的层面能够更广，那也邀请我们年轻人学生能够共同关心自己的文化语言。其实语言真的是一个文化传承，一个文化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你没有语言，你的文化就你的这个民族就会消失哦。那我们不希望我们阿美族的语言已经到家务病房，已经需要急救了。那也希望各位族语老师哦，未来负责我们那个新传这个工作，能够协助我们政府部门来推动。那我们思考一下，年龄阶层在这个语言的传承这个部分能够发挥多少的功能？那真的需要你们的帮忙。那代表我们人民局来感谢各位对我们人民局原住民的文化的一个贡献。那再次感谢能够让我有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那这个未来我们人民局的一个发展，那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谢谢。好，谢谢。我要唱一首歌。哎，结束了吗？还没。刚刚我说我主命应该主力太多。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活动是头目协会跟部落大姐联合的来承办的这个活动。啊，这个萨卡伊雷拉诺后面的头目，啊，还有就各位长官都在这里。就是因为那个部落大学不是头目协会啊，跟那个部落大学联合办的啊，所以卡巴纳奥巴卡巴纳埃多诺莱莱诺米达文萨米塞多吉尼安，萨奈布纳卡泰尼达尼尼啊，并不是说部落大学不是哦，而是头目协会好几次啊，跟那个部落大学还有跟我们呐、啊。阿美工作方案，我们做讨论了以后，我们才发现，伊滴尼伊萨蒂都那都盖汉那那伊吉达，我阿美人数最多，只不妈妈绕绕都哈滴尼阿什么，咱们领导干妈妈伊达是伊尼安，我干妈那伊达，干妈妈妈妈那我吉达妈妈那伊，都来来伊达伊滴尼啥那个哈拉登，咱曼萨。我们还是很感谢，前面的教授啊，三位教授啊，巴巴安的，哎，等一下，啊，还是非常的感谢同步学会跟那个部落大学的啊，比承办这次的活动哈，啊，这个我们也要掌声鼓励第一下吧，掌声一下，哎，那我们请教授要唱歌吗？不用，要一首歌了。有讲就要做。哎，对。我的唱歌就是讲话的。好。我想想看看。不言，不爱有言，不爱呀。有一阵阿多米
晚呀嘿呀咿呀咿吼呀哦哟咿嗨呀哦哟咿呀哦哟咿吼呀。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最后我们请我们的市总头目啊讲几句话。县总，改市总了，市总，市总总，是市总，啊，还有这，我们今天的杨荣华博士，还有我们张牧师哈，还有我们张方忠，还有所有的啊发表人，还有。各级同步啊，大家咪那嗨，阿咪大家都公布，来吼！啊，首先也都，刚刚郑观众说有不到跟我们同步协会哈，但是我们同步不要误会哈。反正嘞，今天阿妈今天啊，你个高啊，那阿那在多少里？阿侬这个还能阿咪三阿姑来来，阿都十零万米的好，八十八加上阿妈拉同步，我同步卡破了三里，马古杰都。我跟你说年龄阶层上的好长的他们在他过程里也是从这个到现在的人好像每个人都要经过这关才是真正的一个头目然后上希望下个礼拜哈还有一堂课三哦不知道哪几个然后可能是包括我在内了哈我也有好了最后是研班人马哈给他念给他所以按哪张观众啊我们做一般单位把人给我做过了你要把它变成那么多我们才会像那一点哈这个是不要太严肃就是你的博士能够在不管接着后面还干对不对所以下个礼拜21号我们还是要多么想跟他教室那马索林啊我来了你的好然后接着都那哪里哪里的我还要赶到基隆哈有人给他们提供了一马上我的脚外都不能换你啊那去了啊詹姆斯啊等你一说好啊我们这个李进信你是主办单位那个杨荣华几车中我可以来吗啊那最好不过哈那就那几车中航空吧过哎呀比你还博士还博士呢那是我的鞋咋敢你玩过费哈啊还能不是就是咋都博士我的那样马卡达拉湾因为他们就是读书的嘛我们是实际脚踏实地的你在说那里的我们把把战我们把战把把战就说要让我没有嘛哈大家讲安乐不三所以说配合现在的时代观念不一样哈过去是用打的教育啊现在的是爱的教育才能那啥我们用背面负面的去构想那你阿哥看我老汉子跟你保留外国话保留那你给我呢把他累我才能好但是会反抗管你呢我这是不要打孩子哎第二好又是被定给你站好你那种你大高都路上都在问个过嘛妈把他们都拜让他会把他们都拜阿哥对你那个乖乖妈大高都路上上妈那是应该是被打是对的哈以前的教育只是就是这样啊再过来过我几刚都没到阿拉也跟我的教会好的希望那天感觉好给他阿拉说我不可能那天是不是那天我跟他们还在那边阿拉好谢谢我要宣布是总统幕后真的是我们下个礼拜天也是一样12点到1点的时候呢想再用马拉好Alam, kami tak patah buat di negeri tak kuman. Anu ilai pasirawan, anu ilai ko kangangyo, katani itu mamanai. Tanin tamo, alu manai. Au, langkau na, ikin sepen de sehau, di ingin de, di Li Jingxin lao si ha, langkau fa biao de, Chen Tian Lai, gen na ke Gao Qiu Lan, upakanya itu, maman lo kapah, ko sasuala nara,Umiku mudai hanukati mudimul, mana kurang.